上一集我哋嘅脚步越嚟越深入阿曼，品尝过阿拉伯风格嘅早餐午餐，参观咗石油博物馆，深入了解石油产业，仲去埋当地人嘅屋企同佢哋一齐食饭添。呢一集我哋要探索更有特色嘅阿曼。台湾地区国家的建筑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尤其是他们最重视的清真寺。这个苏丹喀布斯清真寺就是整个阿曼里面最大的清真寺，因为这个是苏丹他登基30年送给自己人民的礼物。里面有全世界第二大的波斯地毡，还有最大的水晶吊灯。虽然一样都是大清真寺，这里很轻松就可以入到去了，不需要额外买票或者给入场费，但有些规矩要遵守的。服装一样是要穿长袖衫和长裤，女仔都同样要戴头巾，如果没有的话入口处是有得租的。另外入祈祷室都有规定，记得参观前要看清楚。行入来这个最主要的礼拜殿堂，你就一定会看到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水晶吊灯。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去形容它，因为你看到的时候你只知道它是豪华得来，很有气质，很低调的。不过呢它里面全部都是水晶。跟着下面这个地毡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地毡，一共呢其实它有21吨，是很重的，而且呢它有15亿个结在上面，用了28种的颜色，总共呢是需要600个女工用4年的时间去整晒它的。哇，真的好靓啊！我可以讲这个是我见过最靓的清真寺，真的是不敢大声讲嘢，就可以咁低个声去讲，因为感觉上好像个神就在度睇紧我哋。华丽的吊灯，缤纷的地毡，庄严的气氛，在这里的确感受到伊斯兰文化对神的尊敬。侧边竟然有人跪在地下，原来当地人在跟游客讲解清真寺入面做礼拜的方式，而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幅墙。这个呢就是 Mihrab， 是所有清真寺里面都一定会有的。这个呢就是他们 Muslim 要礼拜的时候会面对的方向。它其实就是 Mecca 的天房来的，不理你在清真寺或者在间房啊自己的屋企里面礼拜的时候，你都是要面对 Mecca 的。祈祷室的装饰金碧辉煌，地毡的图案亦都五颜六色，但其实这个清真寺的外观是相当朴素的，整体来讲不会令人觉得很铺张浪费。而且这里的建筑外观保留了伊斯兰传统的土黄色，墙上有阿拉伯文字和几何图腾雕刻，令人感觉虽然朴实，但又充满对信仰的虔诚。去过这么多间清真寺，这一间是我觉得最靓和最喜欢的，有机会真一定要来这里感受一下。参观完清真寺，欣赏周围的建筑的时候，见到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，想着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一去到门口，他们就用咖啡和椰枣很热情地招呼我们。当地穆斯林发现我们有人懂讲阿拉伯文，很惊讶，于是就开始用阿拉伯文跟我们聊天。傾傾下就講到宗教了，我答他我是基督教，導演是佛教。這個時候導演講了一句非常不應該講的說話。我的導演呢就對著他說not really。 哇，你的 not really 講出來我真的冒汗，我真的很緊張。因為我之前在波爾特就是這樣，遇過有些人說他們不信任何宗教，阿拉伯人就開始拉著你開始傳教，我們就開始坐在那邊大概15分鐘聽那個人怎樣跟我們說伊斯蘭有多好，跟其他宗教有什麼不同，而且他就由阿拉伯文轉成英文，然後就要開始對個導演傳教，最後呢還給我們兩本書。這
本我同佢个屋企游啦，咁我系真嘅游呢本书，佢仲俾埋我哋古兰经嘅翻译，所以等一阵导演你要好好睇啊，呢个系人哋嘅好心嚟噶。